苗栗台北政府一出名，韩国出身头前新闻界金出名嘅画家杨秀辉，也今年同做画家嘅老公叶凡勇，也对个绘画开始来研究，也想来做绘，也两三年未进修研究。前几年搬去太府带啊，每同进到冬天啊，老经验界俩做绘嘅师傅学一道嘅专业优良。我今日本来是由画图嘅基础同书法嘅图拟结合到艺术作品嘅艺术特色。从跳纳舞读起来，艺术家杨淑辉当用心当熟络，托几台行来飞嘅，爱设计做出茶碗。搬来这边苗栗啦，大湖这一块，没想到这一带竟然有蛮多的陶艺家。然后我们间接也接触了一些老师傅啊，然后那当然先生呢，就有先去学这个拉胚，那我呢是自学。两公婆同好识茶，苏杭那代某一九以前曾做好嘅茶杯耶，那顶嘅味素度度好就系研出来嘅品。杨淑辉一按当年来同家老公乡下落成到飞嘅时期，家雕嘅作品又实用，看起来又懂艺术。我对形器，我喜欢它带一点精致，像弄出像花朵的感觉，然后会在上面做一点小装饰，然后它看起来就像一朵花。梦灯茶碗像是哪顶一类，开到闹闹的九里埔，两三人的作品造型各有各的风格。对上有药，家两公婆穷下研究，相爱突破。玉它摸在手上有一种温润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很喜欢汝窑？因为汝窑它也带有一种温润的感觉，所以我们做陶，然后研究釉色，希望能够做出一种玉质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很注意那个古釉方。三年前接触肥业，跳下马咩是古釉的手法锵锵，不过一摆又一摆的失败，才手出一套又一套满结丰富的经验。我们画画都总喜欢变化，像我就很喜欢做套色，像这个形器它看起来很古雅，事实上它套了三个釉色，最早我可能会给它一个，氧化铁比较重的当做底色，然后再喷上，我用喷釉的方式，再喷上氧化钴比较重的一个釉色，让它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打破都系当用心来做，同张张张嘅风景，一项又一项，上业作品都好。家两公婆对画图又讲做肥业，一下当地嘅计划会办联合展览，会同韩国同仁强下分享。按赞到嘅师傅，下个新闻是杨尊、谢丽玲、苗栗报道。